它沙发边上有一个白色的布，我每次去包着它那个的，那个布。还包着它？对。好熟了。是不是他爬上去就很痒。 Hello， 大家晚上好，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呢，我们家里面来了个新成员，就是小松鼠，然后待会儿给他会给他喂奶，所以可以，因为到点了，是刚开播，是的是的，端午安康。大家有吃粽子了吗？奶孩子，对，没找到白色。哦，是不是挂在那个洗手间？对，我应该是我挂的。我刚刚是想出去拿的，我结果忘记了。哎，他上来了。哎呀，好吗？太嗨，你别摔了，对，是的。开始了。啊，开什么了？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小男孩，应该是。他不咬人，他不咬人。哇，他怎么这么活泼？今天你过来，过来，饿了。过来，我那一下凉太快了。不行，还不行，55吧。太调皮了，怎么画面不太清楚？是不是网不好？看一下。跟听你屋里相处融洽吗？挺融洽的。听你比较好奇，他似乎不大亲人，其实挺亲人的，就现在太激动了，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正在喝奶阶段。今天45天，44还是45天？对，松鼠。值了。我先准备一下，就是准备一个容器，东西的没有水。消下毒。哇塞，能跳出来了。对，泡奶。在冰箱。
怎么不拍戏，还在休息，还在休息。对，这也是我的，是朋友家生出来的，然后送一只。唐庄二没有消息。放音响。放，这个能给你。好了好了，别调皮。我的茶壶在前面，我可能要先喂完松鼠，然后再如果有宠物的话怎么消灭红蜘蛛。红蜘蛛还有一种叫直接拿水冲，去到洗手间拿水冲，拿淋浴头冲那个叶片，冲背面和正面都要冲。对，蝴蝶兰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好多都已经卸掉了，像这个已经卸掉了，但很多已经开始长高芽了，长新的高芽了。可以征名字呀，松鼠可以给，就是大家可以踊跃的提意见。松鼠喝奶喝差不多要到50天60天，60天最好，让它喝久一些，可能营养会更丰富一些。到60天后就可以尝试吃一些小坚果了。它已经咕咕叫了，热，还有点凉，几度？7，热吗？不热。你去浙江那边。还没有进组，现在是在北京的花房。为什么你身上总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呢？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每天还挺开心的。脸圆润了，不应该呀，这两天是正常吧，没有胖也没有瘦。想问一下，卧室可以养些什么比较好养的植物？养一些比较耐阴的植物吧，因为卧室可能平常的时候灯光也不会特别亮，就可以买一些比较耐阴的植物。放床头有什么小仓库啊什么之类比较小型一些的桌面植物都可以。
起了一个点缀的作用，叶子也不是很大，然后也特别著名，也特别有君子的气息，文艺气息。你这多眼皮太显了，可能没睡好，眼皮就比较多一些。分享如何保养皮肤，皮肤很好，皮肤还可以，的确是还不错，但我基本上保养的不是特别的勤，可能拍戏的时候会注意一些，平常的时候有时候就只是洗脸，然后涂涂爽肤水，让那个皮肤水润一些就够了。然后我眼睛比较大，可能会涂一些眼霜就足够了，就让自己的脸保持一种水润的状态就可以了。散散爆花是什么呀？考到了，什么意思？没明白。换发色，这不是刚换完吗？问你个事儿，有没有同窗二？我暂时还没有收到消息。小松鼠它一般的温度是30多度就可以喂了，我准备要喂小松鼠了。大家可能打的弹幕，我可能会忽略掉一些，不能看特别那个全部都能看到，大家担待一下，我先要喂小松鼠了。等会儿准备一个小的这种喂食器，清一下，好，一个小布，这样包裹住它，它可能感觉会更舒心一些。然后这个针管，它就会握着这个针管，吃的还挺快。哎，别拿走。对，是的，是的，它的颜色会根据天气的温度来进行换毛变色。它一般就是吃一顿，差不多有10管左右。这是第二管，这是猴子吗？不是，这是小松鼠。对，雪地，因为它会跑，所以我们要，因为它还小，比较活泼，我们可以说稍微握住，支撑住，稍微这样包裹住，它也会有比较有安全感一些。哎呀，喝的是奶，对，这个松鼠的确是比我们，它是体型稍微大一点的松鼠的品种。激动，这是第四管。就可能这个针管的这个速度也是这几天摸索出来的。哎，这个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乐意吃了，还第四管，宝宝你还有好几管，喝的不算多，10管左右吧，8管到10管左右。来，是第五管，对。但可能就下午吃的多了，其实他吃饱了他自己就不乐意吃了。你看，我感觉他就是不是特别乐意吃了，估计还能吃1管到2管左右，他就不吃了。
其实还挺好养的，这个阶段就喂奶就可以了。就第一天喂它的时候还比较，我还比较生疏，就担心会推这个喂食器的速度啊，还有力道啊，都会。你看，就估计一管到两管，它就不吃了。这才第六管。哎，最多再一管，它就不吃了。松鼠要拍奶嗝，奶嗝是应该不用。寿命的长短跟大家的喂养方式还有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这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你看他已经开始推这个针管了，差不多吧，还能稍微硬塞一下，像小的时候家人给那个小松鼠给我们就是喂饭一样，就会再加油再吃一碗，来别浪费了，差不多了，不吃了，又管多，你先别扒，擦嘴巴了，过来，过来，过来，不扒了啊！哎，快住，快住！来住！对，因为他现在还很小，不要了，不要吃。然后吃完一定要把他周边的这个奶给擦掉，因为长时间逗留在嘴巴边上的毛，它会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对毛的这个生长也会有影响。而且有些松鼠，因为我在网上也做了功课，经常不擦的话，它那个毛会给脱落掉，然后先要干纸巾把大部分的那些奶给擦掉，然后再要湿纸巾，慢慢的就这样沿着那个嘴巴给它更深的做一下清洁。就像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吃饭都有围兜嘛，但它没办法穿围兜，所以都要擦得干净。好了，一年一度的洗脸大赛，突然想看洗脸大赛了。然后把小爪爪，因为小爪爪刚刚也握了那个喂食器，也擦一下。对，还要给他排尿，但是这个镜头，但这个镜头好，为什么？因为松鼠，我们现在就要让他有一个意识，就是吃完了就得要排尿，这样以后出笼子的时候就不会随地啊，就是。喷洒随便。你们说，它飘起来，可能是那个风太大。然后沾一些刚刚那个泡过温水，然后对着它那个地方稍微刺激一下，让它有想上厕所的冲动。哎，还没有。哎，出来了。哎呀，还滋，呜、哦，滋了，宝宝。啊，深点。然后，其实哇，
都是换一张。对，模拟它这个应该是模拟它妈妈，你看这个干纸巾那个效果就是特别好，稍微润湿一点，模拟它妈妈的那个什么，嗯，对，模拟生物界嘛，但这种东西我们没办法说的特别明白，大家了解一下就好。然后把它这个尿上的这个纸巾放在狗那个。放在他的那个厕所里面，让他习惯定点排尿。哎呀，啊啊，哎哎哎，调皮。这样的确对日后可能会更方便一点，而且松鼠越小，然后做这种动这个行为这个动作，会让它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它正在排，最后再排一次，基本上都是3到5次。一满月就离开了妈妈，不是，它是38天的时候。离开的妈妈，因为是朋友是也是北京的，所以就还好，我们就提前了解一下他在我朋友家的喂食情况，其实就已经 OK 了，就接过来。他今天已经大了，他现在已经活泼而且大了很多，你看就是这么顽皮，那就证明他的精神状态都会很好。来来乖乖，然后因为他现在小，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耐心，因为出来了，现在跟喷泉一样。别别别，快快快快快，好了好了，够够够，好了。对，它很活泼。它其实也是现在也能自主排尿了，我们只是养成它一个习惯，就是吃完食物就得立马排尿，排那个什么排泄物。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喂食就更方便了。这多大了？今天应该是40，我数一下，44天，今天44天，对，没错，对，特别活泼，应该是小男娃。不考虑养大型狗狗，因为现在家没有特别能容纳大型狗狗的活动，所以暂时不养。而且已经有2只可爱的小狗宝了，小狗娃了，所以就暂时不需要。哎呀，它不咬，它不咬，它特别的亲人。它现在有想就是啃食的这个行为，是因为它正在长牙，但是它不会咬。它真的太活泼了。现在不能给大家展示，在我手上睡，就是睡着了。这小家伙是叫雪地松鼠，这个品种。对，没停过，吃饭吃饱了，而且他今天吃的不多，吃了7管，应该是吧，吃的不是特别多。它的尾巴就是炸开的程度比刚来的时候
明显很多。哟，你看他把我衣服抓了呀，这衣服没法要。而且我昨天还给他剪了指甲，因为他现在还小，他抓人的这个力道不是特别能把握，所以昨天轻轻的给他剪了一点点小脚指甲。会扯我头发？当然不会，大家没看到他上我的头嘛，对吧？让我放在手上。哎哎，老实了。哎，刚说你老实。哎呦，又开始了。不对他攻击，他不会主动的咬人的，而且这种是手养的小松鼠，他不害怕人，所以他不会，他只要没有感觉到危急，他不会咬人的。这种东西不能百分之百说，对吧？没有什么一个。你这个行为害得我感觉要在我身上排泄呢，吓死我了。会痒啊，我现在就尽量控制自己的那个表情管理。大家端午快乐哦，大家有吃粽子了吗？你们吃的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那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再这个问题，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跟小松鼠玩一下的，不然我怕我待会儿没有什么话题可说。待会儿就大家就刚刚就当我没说过没提问过，我待会儿会再次 Q 大家的。它会滑翔飞到你手上吗？因为它还小，它现在还没有飞行的能力，没有滑行的能力。它本来也不会飞，只是它会张开，会有个滑行的能力，但现在还小。咦，跑到地上了吗？没有，在后面。因为我一般喂它的时候会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喂完了以后它会在沙发上跑跳一会儿，然后最后才把它放到笼子里面。所以它现在可能把我当成了沙发。这是它第一次来到我的花房，之前都是在客厅，它的窝也在客厅。是因为刚好卡在了他吃饭的这个饭点。他不会咬我，他现在跟我很亲近，他也不怕我。他如果怕我的话，他就不会一直在我身上玩了。他现在很小，很乖。大家，我放一个近一点，大家有看到吗？其实它很乖，它其实才44天，其实这样算是已经长得吃得很胖、很健康了。这个是，哎呦，掉地上了，哎，上来了。这个是朋友自己那个家里面。松鼠生的，没关系啊，自家的孩子就扯破就扯破了，还是得要宠一下的，没关系。他会尿你身上吗？因为我刚刚已经吃完饭的时候给他稍微简单的排了一下，所以应该不会，大概率是不会的。如果排了也没有办法了，只能慢慢训练。带的什么猪？带的是蜜蜡。它叫什么？它可以给大家
就是争一下名字，就广邀大家起名字，如果有合适的名字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到那时候可以给大家送一个小礼物，如果征用的话。但现在暂时有一个名字了，但我先不公布，我看看大家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名字。他真的好会乱拉吗？现在就开始培养他就是排泄的习惯，培养良好的习惯，尽量在他的指定的厕所里面，笼子里面的厕所里面上。其实我后面可以，哇，趴倒，光线趴倒。哇塞，谢谢大家给他起的名字。他拉的臭吗？不臭啊，他现在的小宝宝估计也就跟他比米粒还细，因为他还特别小，是黑色的。掉毛吗？应该不会掉，但是它会换季，也会换毛。哎呀，对，雪地松鼠，看看。好了，你是不是已经够了？你要不要睡觉了？展示一下在手心睡着好不好？给大家展示一下。不行，他现在刚吃完。他因为是手养，从小养到大的，应该不会有咬人的习惯。他和人还是很亲近的，只要他没有察觉到是在攻击他，他就不会。展示失败，就不想展示了，就让他自己在跑跳吧，挺好的。我跟你说，你今天还吃了七管，你跑运动量这么大，你用不了一会儿，你又饿了。就现在我会实行的喂养方式呢，就是吃一次，一次尽量吃到饱，吃到他不想吃为止，不会控制他的食量。但是一天基本喂3到4次，六小时间隔喂一次，5到6小时吧，间隔喂一次。刚刚有个朋友说什么？养它合法吗？合法的，这个是我朋友家里面自己繁殖出来的，自己的松鼠生出来的。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你右肩后面好像被虫子啃了的大叶子叫什么？没有被虫子啃吧？哎，他在后面休息了，累了吧？你累了吧？来，你别走了好不好？你就在我手心上睡觉吧。展示一下睡觉，哎呦，这个应该是，哦，朋友想说的是这个吧，左右，
左右，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这个，镜像的原因。反正这个是叫龟背竹，但是它是白化过的变异的那个龟背竹，大家有给它称呼，是很多说法，有什么叫什么白怪兽啊，或者是芝士啊，芝士龟背竹啊，或者是抹茶，比较叫的比较多是白怪兽或者是抹茶龟背竹比较多一些。它的毛毛好摸吗？很好摸，特别的舒服。我这边是晚上，因为在房间里面开着灯。这是白怪兽。其实这个白怪兽这个称呼是最近吧，近一年才有的这个名字。我这个是买的，其实应该有3年的时间了，很早很早买了。然后是在海南的老家的时候，我母亲把它给养的。可能不知道是，就是那个，因为我回家的频率也不是特别的高嘛，就是照顾的不是特别好，它没有开得很大，所以我今年才把它从海南给拿来北京，就是进行种植。然后目前应该是过年那会儿吧，三月份，哎，是不是三月份的时候把它给带回来？三月份吧，给它带回来。带回完了以后，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片叶子都是在北京的时候长出来的。之前的都虽然叶子很好看啊，之前都很小，来了以后蹭蹭长了大叶子。这个是刚长的新叶子，大家有看吗？颜色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绿色很深，这个已经还很鲜嫩的，而且叶子特别的软，这个叶子已经很硬挺。它这出现的这些变异的这个花叶就特别像抹茶的颜色，跟白锦龟背竹不一样。大家有看吗？这老叶子更明显，老叶子一些这种。哎，松鼠在背后休息呢。所以一个好的饲养环境加上好的种植方式，种植习惯会让它长得很好。让它睡觉去吧，其实可以给大家再看一眼。哎呀怎么对着我？哎呀，它太一直想玩儿。哎呀，我给你吧，不然他又要抓我。他吃完就是特别的活泼。我这个网可能看的就是看人，就是不是特画质特别的模糊。找不到他。对，你快睡觉去了，好不好？来手上，来手上，我让他下来一手。对，太灵活了，特别的淘，我跟你说，根本抓不到。哎，下去了，好。我都弄出来了。好了，结束了，我现在可以真的喝个茶了，安心的喝个茶。最近有好看的作品吗？最近没有，还没有什么消息，就是
新剧要上映的消息，还有在拍戏吗？当然是有啊，我们现在在等消息。这个是之前喝的茶，还没喝完，再喝两口。就饭前的时候喝的茶，现在还刚换了一泡，这个还比较浓，所以我觉得打算继续喝。不去洗个手吗？其实按理来说，换我的话，我就不会去洗个手，因为还挺干净的。但是你们这么一提了，我感觉我可能要去洗个手，就是要做个示范。好了，我去洗手，好吧。大家稍等一下，我今天穿的裤子有点短。这个就是正常的外出的小短裤，好吧，正常外出的小短裤。对，北京太热了，近几天都持续高温。刚刚一直没有跟大家打招呼，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我们是赞赞的动植物小课堂，今天也是正值着端午的假期，祝大家端午安康，也希望大家如果天气外面不是特别炎热的话，趁着这个季节出去外面和家人一起聚餐啊，一起游玩啊。对，今天好像听说那个北京的地表温度都能上了60度以上了。是的，是的，特别热，而且你看我的蝴蝶兰的花期也会缩短了，因为它一热，它的花朵的保持时间的长短就会没有那么长了。然后上面准备开花的蝴蝶兰都已经开始没办法继续开花了，只能分化高芽，就会长出一只新的新的一颗蝴蝶兰，所以这样也挺好的。这我当时就觉得夏天如果它抽梗的话就不想剪梗的原因，就是想要再得一颗新的蝴蝶兰，就如常所愿了。其实我今年还不是特别想看花，就因为它已经是开了第二茬了。现在准备泡一下我的茶具，等等，这公道杯稍微泡一下。这个是我新入手的盖碗，哎呀，刚刚看着屏幕没有看，没认真看这个，洒出来一些。哦，发黑了，不行，赶紧倒出来。这个方式今天我是首次握盖碗，可能需要学习一下，因为太浓了，冲淡一些。哇，还有
太浓了，太浓了。对，很浓很浓。你怎么又把他带过来了？他是不是也没睡觉？不陪他玩了，我要喝茶了。还是那个木。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歌单吗？啊，你们然后进行一个听音识曲吧，好不好？我也是听到好听的，我会收藏。识别不了，为什么？这两天家里面，我的爸爸会给我寄一些海南本地的茶叶，然后我会尝试一下，如果好喝的话，告诉大家。有什么海南白沙绿茶呀之类的，还有啊老白茶也都会有，到时候尝试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吧。听向云端了吗？听哎，哎这个好熟悉，我今天喝下午就下午茶的时候。我还放了这个音乐，不是我放的，就是它就是自动循环的时候会播放，我就看到了这个名称。但因为我没有具体看它这个歌单，就是哪个歌是向云端，因为今天家里面来客人，所以我一直都是在跟朋友们聊天。对，音乐就是一个背景音乐，所以今天就没有很认真的在，就听到好听的就收藏。对，我是海南人，是的。谢谢朋友送的海底世界。盖碗很漂亮，是的，它的颜色很，它像古代时候的绿青花，它的颜色特别的雅致，而且是它那种是大，手机没电，不好意思，刚停了一下，手机显示电量不足。喝茶晚上能睡着吗？能睡着啊，因为很多茶友。他是有特意睡前的时候，然后泡一壶茶。大家小心啊，我这个屏幕会抖一下。对，它是那一种，有点靛蓝色的那一种感觉。盖制过来，要把盖制拿过来，不能这样闷着茶叶，就放这样放一下，感觉。我都往，是的，搬来这个新家，
他的我的那个网进不来，所以就没办法。是的，要解决一下。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要把他给掏进来？流量担当是吗？就现在就一喝茶就没啥流量了，没事儿，就这样吧。没有他，小流量，无所谓了。试验室。对，有他再试验一次是吗？但我在喝茶哎，我觉得有些人用说不干净，太难了。再，来，过来啦。流量担当，花刚刚这个倒了，流量担当来了，但是他太活泼了，今天他咋了？也不睡觉，你也不睡觉，那就吃饱了。出，他这个太小了，这么小就养家糊口，就出来养家糊口。你可真的是，你家境，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你就认命吧。不咬人，哎，你看他现在咬我吗？是的，是的，他才刚四天。他还是个宝宝，还在喝奶的阶段，啥都不能，连小瓜子儿都不能啃。哎呀，我想放在我手里睡着，你能不能表演一下，行吗？哎呀，而且我发现他现在很开心的话，他就咕咕咕，他特别像是那种小鸡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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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的叫。说说吧，睡了，睡着了，哎，又醒了。你这个位置有点，你还是在中间吧。刚刚我那个样子有点不雅观。哦，三五克就行了是吧？我感觉我这个因为那个包是二十克，我放了差不多将近二分之一，又醒了，行。因为我第一次泡盖碗，之前都是要小壶泡的。得整个电子秤投茶量更准。好的，因为家里面有电子秤，就会给它秤体重。大家是没有听到它现在在我耳边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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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怪不得这个下午喝这个茶的时候都把我喝饿了。他刚刚咬我了，他没咬我，跑哪去了？上来，我在背后掉下去了，你上来。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上去了。对，我水费还行，电费可能是提倡大家节约用水用电哈，因为可能我比较喜欢动植物，主要是植物现在环境可能需要人工去干预会比较好一点，更适合它生长一点，可能电费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投这个是要八分满是吧？八分够八分了。我不敢投太多水，是因为现在这个盖碗还特别的薄，特别烫手。今天下午朋友来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泡这个盖碗，哎，就特别，我还小尴尬了一下，因为特别烫手，哎呀，然后弄得特别不好。这个盖碗很好，哎，对对对，是的，很好。这个盖碗是我淘的，之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盖碗，然后找到了那个器作家，但是这个系列已经停产了，哎，已经不做这个系列了，我就只能有一个小小的遗憾。结果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有幸看到，哎，还有一只啊，就是别的买家买了以后但还从未使用过，我就给请回来了。这个小蛋壳杯其实也特别好看，而且它的口是镀了一层一圈的银。这个就是价格也挺便宜的，而且它是以前应该是民国时期吧的一个小蛋形的小茶杯。巨无霸就蜜袋鼯啊。啊，好像巨无霸睡了。巨无霸蜜袋鼯，巨无霸现在在我朋友家养着。他名字叫巨无霸。对，起的名字叫巨无霸。我忘了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了，是不是网友征名还是我起的，就忘记了。对，但是我要这个流量干啥呢？我要这个流量干啥？所以就证明，侧面证明我是没有人缘的呗。你看你这个说话之道，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你体现出来了。小狗睡了吗？小狗娃没睡呢，在客厅。今天家里面来了客人，来了好多朋友来家里面，因为过节嘛。然后也没有回北京，没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就比较要好的朋友们就来家里面做客了。下午的时候来喝下午茶了。祝安好。Me too, 也祝你安好。哎，我也是，对对对，是。谢谢。巨无霸是王大哥起的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王大哥今天没来，王大哥，他怎么今天？你出来呀！人家说你是流量担当，你往前面好吗？冲在一线上，我要做一个老父亲，隐退二线。巨无霸就是老王起的名字，嗯？老王，谁是老王啊？真的吗？是大哥起的名字啊！哇塞，不行，太大哥起的名字啊！
我 sorry， 我可能记性真的不大好，我真的记性不大好。哎呀，真的哪个大哥？不当大哥好多年，你这记性，我记。是吗？那这个行吧，那这个由我自己起吧，或者你们起新名字。还是黑发好看，我觉得都可以，就是黑发有黑发的一道风景线，黄发有就是浅色头发有它的自由，对，我觉得都可以，我两个都喜欢。为啥现在希雷利出梗了？他是希雷利已经出了很久了，这个梗，因为马上到了夏天，所以他的梗一直都没有继续抽梗，他都一直都没有分化出那个花苞，只是有一些分化了，你看分化了一些，然后也以了差不多两三个星期的速度就凋谢了。因为夏天太热了，它的花期没有像冬天的时候花期长，所以但很多上面的这些都已经马上就分化成了变成了高芽。哎呦，你可太活泼了，你还小，我不能让你乱跑。对，它还小，容易就是卡到啊或者什么。松鼠多大了？才44天，不是很大。好养吗？小松鼠很好养啊，因为它现在只需要喝奶就可以了，奶粉呢是喝的酸奶，对，喝的酸奶，就是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提前让它温热一些，温度在30多度到40度之间，最好35度吧，给大家一个温度，35、36度的时候就跟它母乳的温度啊或者什么都比较适应，这样就不容易窜稀。你在干嘛了？你是不是要睡着了？不行不行，它拉粑粑了。念姐，他给拿走。哎呀，真恶心！太恶心了！我给他擦一擦。拉了一身。对呀、啊，而且我干嘛觉得他今天有点窜稀的感觉？不是，我觉得空调的问题。你呢？那怎么着？他还行。就抱着它回去呗，放笼子里面吧，快点。啊？放哪？放我手里，我有毛病啊，都拉我一身了。嗯。拉归拉小，但不是啥，但恶心。太恶心。有点小拉稀，对，有点小拉稀。说谁恶心呢？我刚刚就觉得可能他要拉了，因为你只排了那个，排了水嘛，那个固体他没有排，你玩了这么久，他肯定要排。我说谁恶心？不行，所以以后吃完了以后，就是得要让他在笼子里面待一个小时，玩他给他玩个10分钟，一个活动时间，然后就给他关笼子里面，到1个小时、1个半小时之后再把它放出来。不能让它习惯在身上进行大小便，就你们这种溺爱的方式我觉得不对，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抨击你们这些。说谁呢？说你恶心，你才恶心。啊？放上桌了。给。不走，你离开吧。对，我觉得他们不行了。这种方式换件衣服，没我再去换件衣服，流量就掉没了。就带了10个吧。
赞赞是严父，我觉得就尽量给他更多的宽容度，但是要科学的喂养，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科技很发达的时候了，对吧？我们既然都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无理再说再无理就是先进的意识，我们肯定就是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喂养，对我们来说，对宠物来说是负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想一个好一点的词儿，升华一下。对社会、对个人、对宠物本身都是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就这样吧。对，我要洗手去了，好吗？真的。朋友们，我来了。没事儿，没事儿，就一点点，还好，没事儿，没事儿，这一点点，没啥，没啥大不了的啊。这话题过去了，好不好？我们是一个绿色的直播间，分享直播间。我们主打呢是动植物的小课堂、小分享。茶，我能睡得着，所以因为很多喝茶的人士也都是会。晚上专门泡一壶茶，喝完了再睡觉，因为喝茶的时候可以静心，然后这种仪式感，我觉得在忙碌的生活中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时不时给自己提升一下这种人文气息，然后再给自己准备一些仪式感，这会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一些。赞赞会喷点去味的喷剂吗？动物标记后会更喜欢固定栏。是的，这是头一次，但应该不会有。一般我都是之前都是，前几天都是直接给它喂完食，然后进行。排水完了以后就给它放到笼子里面，把排过水的纸巾然后放到它的厕所里面，让它习惯这个气味。手上戴的个手串呢是蜜蜡的手串。头一次就被直播了，什么意思？我又回部队了，加油啊，加油。可能部队生活比较辛苦一点，就注意休息，然后特别是保护自己的安全，安全第一，不要让家人担心。谢谢你们为我们的国防建设贡献出了力量，消防战士，谢谢谢谢啊、哦，消防战士是吧？辛苦了，辛苦。特别是现在，是已经到了夏季，算是那方面的事故的高发，
所以你们可能会更辛苦一些。为你们点赞，谢谢朋友送的小粽子。啊，说到了粽子，大家，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话题了。大家就是这个端午吃的是甜粽呢，还是咸粽呢？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哦，白粽子，白粽子呢就是纯的那个糯米是吧？然后蘸着白糖或者红糖吃。在南方呢，可能我们吃的比较，在海南吃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咸粽子，就是里面有肉有蛋黄的，但是甜粽也有，但是基本上不会包什么红枣，它只是一个白粽子，然后蘸着那个白糖吃。但我吃甜粽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吃的咸粽子。哎，没水。白粽子也可以蘸椒盐啊，这是真没吃过，那还不如吃咸粽呢。为什么？你去年那个粽子看着好像，对，去年那个粽子呢是家里面寄过来的粽子。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喜欢，谢谢你喜欢我拍的戏，谢谢。我们继续共同努力好吗？你保卫我们的人生健康，这安保卫我们的人生安全，我来给你提供就是更优质的影视作品，给你带来好的作品吧。你喜欢的作品应该是好的作品，因人而异。哇，我应该拿出来倒。看看小松鼠吧，没有把它放在休息了，因为它还特别小，不能让它经历过度的消耗。其实还是要保存体力，好好休息，好好长大，就像小孩子一样，就可能小的时候叫很多，小宝宝一样，对，叫多，尽量保证休息，保证睡眠。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味儿的？我昨天吃的呢也是咸粽子，因为我比较习惯吃咸粽子。喝的是什么？喝的茶。请教问题，你们在背单词和表情上是怎么把握的？就还是要根据人物形象去把握，所有的东西都脱离不了它本身的人物性格还有剧情的走向，这很重要。因为每场戏它会有每场戏不一样的那个表演目的，就是表达目的，还是要具体去，主要是要分析剧本，然后揣摩人物的形象，因为每个人物形象它都是很鲜明很立体的，只要在这个大方向里面没有错，然后就进行个人的理解，进行二度创作，多跟导演还有就是对手演员交流吧。这个因为现场的环境还有包括导演的把控，包括对手演员在给情绪的时候他会有不一样的体现，这个只能再去现场去体验，不能真的算是言传身教，这个其实还是没办法。而且我觉得表演啊，像这些都是艺术表现形式，艺术都是一个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行，多笑笑。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喜欢，我尽量不辜负，我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好吗？好好拍戏。赞赞知道什么植物适合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养吗？其实所有的植物都是要需要阳光，需要光合作用的，只是有些植物呢，它是比较喜阳或者喜阴，它是阴性的草类，但是它还是需要光照的，进行光合作用，这很重要。就像比如说是人，他就是有些人，每个人都会有个体，会有自己的喜好，但是像我们喝水这些硬性的条件都是要必须有的，只是说有些人很喜欢喝水，有些人不喜欢喝水，就算不喜欢喝水他也要喝水，这是维持他生命体征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多肉这种生物究竟多久多长时间浇一回水啊？多肉这种植物还有所有的植物，我都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浇水时间，因为你和我生长的生活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植物生存的地方不一样，有温度、光照、水分的蒸发，还有所有的这些外在的条件，包括你土壤介质都会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多久浇一次水，然后包括植物的健康程度，如果它很健康的话，它需水量会更大一些，而且有些植物它是比如说它的根系是需要很多水分，毛细根它就需要很多水分去维持，它一些根系比较粗一些，它就很容易储存水分，它就可能需水量不会那么大，它会有很多条件造成它每次浇水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我只能告诉你，它多肉植物它不是一个很喜水的植物，但是水是维持它生命体征的一个途径。绿萝是换水还是加水？是水培吗？水其实是如果它水里面不浑浊，你可以加水就可以了，不需要全部的把水换完，或者你比如说一杯水，它自然的消耗，原来水培的植物一杯水这么多，然后它消耗到了这么多的时候，对吧？少了这么多水，我们可以下次加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倒掉三分之一的水分，再添入一些更多的新水，然后让它有一个老水和新水的一个兑换，这样就能让它不要一下子对于新的水质会起到根系或者应期反应，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水培的方式。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呢，个人的种植经验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完全的把水换掉也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只是原来的水这么多，比如说它消耗这么多了你就添这么多，我觉得这也不好，因为有些水是过分的老了也不好，因为过分的老它会有更容易，也不是说一定会滋生细菌，就是更容易滋生一些霉菌，所以就可以换的换个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老水，然后再添一定的新水的量，然后这个新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水培的话，然后这个水一定要经过晾晒。什么叫晾晒呢？就自然你把，因为大家很多都是家庭种植嘛，把那个自来水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进行晾晒，自然的晾晒个一天的时间其实就够了，然后再把它给
换到那个水培植物里面，需要换水的植物里面，这样它会有效的把里面的一些重金水啊，不，重金属或者一些比较不好的物质给挥发掉。为什么要进行晾晒？对，我就跟你说了，它会，因为我们人喝的自来水里面会有一些漂白剂，还有一些重金属，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对植物特别友好的一些物质，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晾晒和困水。困水其实就是晾水，晾晒水的方式，然后让它自然的挥发掉一些。自来水，放的时间长会有味道，晾晒的水24小时就足够了。如果你晾晒的水太长了，时间也是不好的，因为晾晒的水太长时间了，因为它是那种困水，它不是流动的水，因为长时间的放置，它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还是晾晒水48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24小时到48小时是最好的，好吗？其实它没有一个大家说是一定要定性，过了48小时就不能用了，或者是不到24小时就不能用了，也不是，我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吧。养植物有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的精细，但是如果你要把植物养得很好很好的话，你就要更注意它的有意识的注意它的一些细节，可能它给你的回报率会双倍或者三倍都可能。净化过的水直接用可以吗？其实我觉得可以，但是我也不建议长期这样，就是那个 OR 水嘛，RO 水就是进行过滤过的，我觉得大可不必，而且一次两次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觉得不建议长时间这样。最省事的就是自来水了，对吧？你皮肤好跟养植物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但是关系多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皮肤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一个是底子，就是天生，就是基因里面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稍微注意一些。如果是那种容易长爱长痘的一些朋友，爱出油的朋友们，饮食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些，忌辛辣，别吃太油腻。但是我吃的也比较辛辣和油腻，主要是我可能天生底子会稍微好一点。其次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心情呢尽量是开开心心的，但难免嘛，人生都会有一些，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事情需要去处理，会有烦躁，会有焦虑，很多很多情绪。我觉得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跟植物有说到，有植物不能说是直接关系，是一个间接关系，因为我养植物的是能帮我排解疏解很多焦虑啊，或者是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情绪，我通过养植物都能给它释放掉，疏解到一些，这有很大的原因。这样我就排解到一些焦虑或者是不开心，那我心情就会好，心情好皮肤就会很好，所以它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主要是这几点吧。饮食睡眠，这些都很重要。我觉得最后一步其实才是护理，因为内调外部的注意也很重要，但是内在内调也会很重要。
然后外部的呢，我就希望如果是经常外出上班啊，或者是需要一些露天工作的一些朋友们，记得要涂防晒，因为紫外线对皮肤的危害其实还是蛮大的。对，我们还是要有意识的去保护一下皮肤。虽然有时候我不拍戏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也很懒得涂防晒，包括我家的花房其实灯光一照出来也会有很多紫外线，但有时候我在家也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勤快，也没有涂。所以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如果你很注意这种皮肤管理的话，从这几个方向来去管理问题不大。看看花房是吧，花房，对，好的好的。哎呀，花房其实植物还蛮多的。赞赞绣球浇一浇水，水就从盆底里漏出来了，是不是需要换土了？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因为有些盆土它的如果马上从浇水马上从盆底里面漏出来，有两种可以考虑。一种呢就是太疏松透气了，就是太便利了。另一种呢就是它水完全没有进入土壤里面，就是已经板结了。你考虑就是这两种极端，如果太疏松透气了也不好，因为它这个水完全没有流向，没有被根吸收，它的土壤也没有完全的包裹住这个水分，其实最后它的根也没有吸收水分，这也是不好的。另一种呢就是盆土的板结了，水分也吸收，根也吸收不到水分，也不好，就可以去自己去把握一下，或者可以发在群里面，让朋友们给你这一些比较有种植经验的朋友跟你提提意见，提提建议。对，可能太透气了也不好，因为我们要根据每一种品种植物的品种，然后去调配你这个种植的那个植料的比例。特别像绣球这种是急需要水分的植物，那你的盆土那个植料就不能太大颗粒太透气，就这样水流的不是太透气，就不能太机制就不能太散，这样根和土培那个土的包裹度不是特别的契合，这样也不好，这样保水性就会很差。那这样你每天浇水给那个绣球浇的水的次数就会大大提高，这样会你的种植体验就会下降。绣球要带点粘性的土，应该用一个更好一点的词儿呢，就是保水性能要更强一点的土会更好一些。赞赞，我的鹿角蕨有小飞黑，这是什么情况？是因为你的环境不够通风透气，然后现在温度升高了就会有小还有就是你整个的盆土它的营养过剩了，所以就会产生小肥黑。我们可以下一点那个叫着小白药，好吧，下一点小白药。如果你那个鹿角蕨是板在墙上的，就是那个木板上的，你要准备一个类似于茶包，或者是你没有就是妈妈的那个薄薄的那种袜子不用的，然后你就可以放一点到里面，然后扎一个像那个小糖果一样，把两边给扎了，然后再放到那个水台上面。每次浇水的时候，从那个
饲料里面浇下去，这样可以有效的预防小飞黑。对，是的，但是那个词我不好在特别好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出来。对，可以可以，直接撒在上面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你这种，那你要找好一个角度，你不能放的太靠表面，因为你冲水，因为你是挂在墙上嘛，它是直立的嘛，它的粘性不会那么好，而且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它也都可能会掉下来，这样不是减少了药效嘛，它起不到一个最佳的药效的一种方式。我说的那种方式呢可能就比较实用一点。看你，好的，赞赞，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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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把药化在水里面喷洒吗？因为我怕你这个药量你没有把握好的话对植株有伤害，因为它是一个那你就可以少一点，那个药量不要放太不多，因为它这个是小肥黑呢，它是怎么说，它这个药呢它是一个缓释型的，它不能一下子就给没了，对吧，它是慢慢消耗的一种药物。头上有个东西，这吧。哎，好了，谢谢，谢谢你的提醒，谢谢。这刘海，我养啥花都养不活，咋回事儿？我浅浅的跟你分析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呢，就是你管得太精细了，就是有很多事情的是过犹不及的，就是你太认真了，对，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因为过度的去关注它会导致你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浇水方式，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你工作太忙碌了，就你顾不上它，没有把它照顾得好。第三个呢，那可能就是外界的因素了，就可能有这个环境不是特别适合你所种植的植物。可以，我们首先，如果你找一个你喜欢的植物，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在网上去查阅一些资料。看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适不适合这个植物的生长，这样我觉得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头上东西没弄掉，好像是的，是不是在这儿？这怎么回事？我看看，哎，弄掉了，好了。你给我好好去拍戏。好的好的，收到了，我会好好拍戏的。因为现在呢每个剧它不是只有其实我是最被动的，我是由比如说这个剧方是由平台去定它的拍摄日期，还有有所有演员的档期，就是各方面我们才能促成一个剧的开机，对吧。希望也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只要我去拍戏了，我一定是很认真的很负责的把我所认为我所理解的角色发挥好。也希望大家日后戏播出来了，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监督我的工作，也谢谢大家的嘱咐。收到了，收到了。户外的花盆里爬了好些鼻涕虫，怎么处理？鼻涕虫是什么虫？特别是在户外哦，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蚊虫的滋生。每一种虫，它对应的一些药那个。
那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这个鼻涕虫可能我不是有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两个字怎么读啊？这两个字叫阔什么什么鱼吗？阔鱼是不是？就是叫读阔鱼。这两个字有点生僻字，我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叫什么？哎，真的叫阔鱼啊？阔鱼，哎，这个虫类我还昆虫类我还是没有了解，是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啊？哦，就是就像不带壳的蜗牛啊，这种就是这种虫类是不是怕木炭，就是那种木炭吧，或者是是怕火。哦，好像怕盐是吧？但是盐你不能也直接撒在盆土，这样盐度过高对植物也不是特别好。哦，怕火是吧？我印象可能这种植物应该是怕火，但是你有就是烧过的一些木炭，打一些木炭屑，或者是稻草屑，这些你撒在那个叫做什么灰木炭还是叫什么，这种撒在盆土表面，可能也是有效的预防哦，我觉得。啊，草木灰。对对，草木灰，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这个动物的名称我也是头一次就是知道，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草木灰这种方式，我可以再去查一下，或者你可以如果在群里面的话，可以问一下群里面的一些高手，种植高手，看有没有好的一些生活，就是一些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哦，草木灰也是属于盐类，而且是对植物有利的无机盐是吧？好赞哦，赞赞赞，可以的。对，草木灰，哇塞，那我还行啊，那我的知识储备还可以啊，为自己小骄傲一下。我没有什么知识储备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哪，就是积累的一些种植知识。气色不是太好，哎，还行啊，其实还可以，精神状态还可以。你心情不好吗？我心情还可以，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就是因为这个拍戏的问题。对，那个戏其实还没有定下来，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其他的都是 OK 的。我的生活特别的开心，在北京有我的很好的朋友，包括我的工作伙伴们对我也都特别好，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只是工作上有一点点的小焦虑。但我觉得在大家生活节奏就这么快的现在的话，这是一个正常值吧，我们就尽量的去排解出来就好了。而且我排解的很快，因为我现在也有我很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所以我的情绪很快就能疏解开来。不要焦虑，你值得最好的，加油。好的，一起加油。其实呢，我觉得我
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分很几层吧，一种是对自己的负责，一个是对家人的负责，一个呢是对工作伙伴的负责，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想就是辜负粉丝们的期待，因为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到每周的时候很多我的事业粉啊，我的一些影迷朋友们都会问我，哎，戏定的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其实我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吧，但其实这种也很正常，因为现在很多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就算不是演员朋友们，很多工作伙伴也都面临工作上的问题，我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对吧？是的是的，我知道不是你们给我压力了，我觉得你们已经很好了。有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吧。我喝的什么茶？我今天喝的是普洱，可能比较，因为下午的时候来一些亲朋好友嘛，就可能普洱的熟普的适口性会比较，就比较广一些，可能大家的接受力会比较对，比较适口一些，大家接受力会比较高一些。我的手法对不对啊？我这也是第一次要盖碗喝，哎呀，飙出了好多茶叶。第几泡了？没数。现在觉得是算是情绪稳定吧，相对吧，我觉得相对吧。我觉得演员可能还是感性的比较多一些，普遍还是比较感性的，就情绪容易出现，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些功课了，做的功课了，需要快速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接受情绪，排解情绪。我们要接受情绪的到来，要正视自己的情绪，然后健康的去排解自己的情绪。赞赞龟背竹，土壤需要透气性大的盆土嘛，质料嘛，尽量还是要透气一点会比较好，因为它是肉质的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壮一些，它那根系里面会储存比较较多的一些水分，就很担心会有闷根的情况。我戴的是蜜蜡的手串，我自己收集的。四季花枝上长了好多小颗粒，是什么回事啊？朋友，你这个有点太宽泛了。我没有看到食物老了，对，是的，老了，是我在早年收藏的、收集的。
赞赞叫小松鼠蜜蜡怎么样？我觉得一般，还行，但还没有，还没到我觉得一下子拍板的那个程度。喜欢盘串吗？是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喜欢盘串，现在其实还好。那你现在叫他什么呀？其实我也希望听到大家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名字。对，小松鼠，我现在给他起的是一个英文名。高货永远感觉下一个更好，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每次你都在不断的成长。因为你的阅历也在不断的增加，你的眼界也会越来越精准，而且越来越知道哪个适合你，所以永远很多东西都是下一个可能会更好。但是我觉得要珍惜，就是当下，就珍惜你现在有的。当然是我们一定要抱有就是下一个更好的这个心态，这个积极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把握当下会更好，因为你把握当下了以后才会有下一个更好的。马上拿出我的蜜蜡手串戴起来。对，最近有没有作品出来？最近有刚拍完作品，但是还没有新作品还没有上映，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直播间是每周五晚上10点准时跟大家见面，基本上都是每周就播一次。最近有戏要播吗？暂时还没有。黑色的小颗粒枝上密密麻麻的，感觉像小虫子，应该就是小虫子了。我觉得最先开始你可以要那个进行人工的，要水，就比如说淋浴头或者是冲击力比较大一点，但是不要伤害到叶片的水，把那些小虫子给冲掉。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式，先进行去除，看看它后面还有没有在滋生，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更好，如果要还有滋生的话，就得要进行一些药物的去喷洒了，药物的治疗了，专业性的治疗了。对对，可以把那个图片发到，如果进群的话发到群里面，大家给你出出意见。心疼我？为什么心疼我？对，是的。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苦尽甘来的。他的苦已经过去了，你要这么想，他的苦已经过去了，他值得更美好的明天。就是你应该想，就很庆幸他的苦你看到了，但是你会更加高兴的时候，他的甜马上就要来了。Sir， 一博是不是很帅？当然很帅了。不帅也不会被那么多人看到了。哇，我也希望我们能有合作，因为我觉得他性格还是很好的，我比较喜欢跟性格好的朋友，就是人交朋友，这样我的性格也会更加的开朗。我是一个心大的人，但我不一定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有性格很好的朋友能帮助我。对，
开心是会传播的，是的，还不休息啊，马上了，马上了。脾气暴躁的时候有什么调节的方式吗？怎么感觉像我性格的确是比较稍微闷一点点，暴躁的时候我也有很暴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跟阅历有关系的，要接受自己的暴躁，且要让自己知道此刻你已经正在暴躁了，所以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你可能就不会暴躁了。有时候自己暴躁的时候告诉自己此刻的你很暴躁，那你就心里跟自己对话，你此刻很暴躁了，而且你用你的知识告诉你暴躁对于你身边的人事物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当下你就会接受你的暴躁，就会不暴躁了，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可不可以再学一下金光瑶的邪魅一笑？学不来了。因为你拍戏的时候，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有对手演员，然后还有环境一起构造的一种氛围。没事儿，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再一次追剧就好了，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再回顾一下，嗯，播到几点？很快，还有6分钟，差不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都可以提。我不喜欢娘的人，不管是性格还是装扮，这是每个人的喜好，对吧？尊重你的喜好，但因为每个人的定义也不一样，不知道你所认为的娘是在哪方面有体现。你这是菩提吗？不是，我这个是蜜蜡。没事，那个话题过去了，那个话题过去了，大家不要提这个。不用不用，我本来想说设置一些那个屏蔽词，当然不用，是随便。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说不是事儿，我觉得，而且我刚刚不知道他说的是针对谁，对吧？对。长得太清秀，我以前长得可不是清秀，我以前长得特别的彪悍，就是眼神特别的犀利，眉毛特别的粗。就跟那个就是跟唱京剧一样，哇呀呀呀呀的那一种，是有多彪悍。我觉得性格现在变得沉稳了一些。以前也不彪悍，但是你没有见过我彪悍的时候。性格也会改变人的面相，是的，是的。还有图，好，可以不用发图了。我以前
我以前那个眉毛的时候很粗的时候，我为了拍一部戏啊，那个化妆老师给我拔眉毛，拔了，哎呀，我们就夸张一下行吧，反正就是200根，哎，反正就很多，就拔的都有点肿了。但我因为我本身是学艺术的，比较能吃苦一些，就不要不是吃苦，就是比较耐得住疼痛，因为我舞蹈的嘛，学舞蹈以前比较能耐得住疼痛，以前压腿啊什么会更疼，所以拔眉毛对我来说还好了，虽然也很疼，就疼就真的是疼了直掉眼泪的那种，就是这都肿了啊。不能刮吗？因为刮了以后长得特别快。因为以前拍戏的时候，从最开始也是从小角色开始演起来的，不像是进了剧组以后，也不像是每天都在拍戏，所以就比如说你拍完这场戏，如果你是刮的，然后，哎，是过隔一天它又长出来了。一直在来回蹭，因为我皮肤也比较容易敏感嘛，所以就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只能一次性比较狠，就是心狠一点把它给拔了。以前形象，哇，你好，对，以前的形象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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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说实话，我在拔的时候，我就是拍刚刚朋友说的那部戏的时候，印象特别的深刻。现在皮肤白一点，对，以前是稍微皮肤黝黑一些，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形象管理的稍微好一些了。但刚刚闹钟响了，马上我可能就要去喂那个小松鼠了。对，后面的是蝴蝶兰，后面的是蝴蝶兰。现在还要拔眉毛吗？基本不是，拔的不是特别勤了。哎，灯又灭了。哎，鱼缸的灯灭了，差不多了。这才多大一会儿，怎么又要喂了？因为我今天喂的稍微晚了一点，因为朋友在，那个家里面，所以不是喂的没有特别的准时。不用，差不多5-6个小时喂一次吧。啊，马上了，大家都要撤了是吧？没有。好了，现在应该都是为什么要用一个词定义一个人？对呀，其实每个人生活阅历不一样，也都在那个什么。无所谓了，无所谓。我觉得，大家语言自由，只是现在我更加提倡大家一些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这个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大家做事儿，处理事儿。做人都一样，都是要有一个责任心的。虽然我们现在网上说话，对吧，也没有说是怎么样，但希望大家都对自己说的话做的事都要负责，其实还好嘛。我觉得没有，真的没有，我还好，我真的还好。大家其实不用被带节奏就好了，我不会被带节奏的。好了，52点，对，咱们直播间是每周五晚上10点准时开播，每周就一次。
好了，我们可能今天的直播就要到这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就是这个端午这个佳节能过得开心，过得舒心，遇到开心的事儿，遇到合拍的人，然后积攒一些能量，上班的时候或者学习的时候充满力量去补充自己。好，那我们就只能下周再见面了。植物是副业吗？我也希望成为我的副业。好的，大家下周再见吧，晚安，祝大家有个好梦。